刚开始时我会寄 email 给你，然后会有一个程式，麻烦你先按箭头下载那个。是，麻烦你点右上角的解压缩下载它，就会出现这个 LED 编辑器。按在进去之前，麻烦先用蓝牙配对这台机子，密码是1234或0000。配对完成后点进去，你就会看到文字、字体、参数，然后你可以在文字那边编辑你的文字，勾选就是你等一下要送出去的文字。按字体进去，你会看到选择字体，还有字号，就是大小、斜体一些编辑，这是文书处理的方式。参数的地方，时间，那是跑马灯自跑的速度，动作的话是跑马灯呈现的上下移动，里面有还蛮多选项的，可以试试看。时间里的1到8可以选时间跑的速度，一般大概选在5的地方是最漂亮的。连接主机后，它就会开始在主机上看到你编辑的效果，可以做还蛮多的变化。照这样你去做，然后去做完你要做的选项之后，后面就会有一个右下角会有一个发送，发送出去就会连接你的主机。